burden to me. What an inconvenience. Fuck Emma. She sucks. Very fun. The energy. Number four,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my own house. Why?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noise.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or not my guests.지금 세븐틴 손오공이 지금 조회수가 너네 어마어마해요. Hello, everybody. 大家听得到我讲话吗？我这样子带麦克风有没有看起来专业一点？有吗？哈哈哈，有点不太习惯。这样子可以吗？大家听得到吗？因为非常不幸的，我的麦克风又坏掉了，然后拍摄的脚架也不见了。东西就这样子不见了呢。虽然我觉得他们一定在某个地方，只是他现在跟我玩躲猫猫不出来而已。戴个隐形眼镜 ，BB rings。那我最近眼睛蛮容易干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面膜狂人吧，我就超级喜欢敷面膜，也超级喜欢试面膜。我觉得这已经变成是我的一个兴趣了，下次跟人家聊天就会说，哦，你的兴趣是什么？哦，我兴趣是敷面膜。我这个面膜拓展到了一个什么超出我想象范围的东西呢？就是这个 Mannequin 的30秒免洗泡泡面膜。那我自己最近试了这两个，这个绿色的是 Clear， 然后紫色的是 Repair。 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是因为 Gooby 在他的影片里面推荐了，一开始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伪装成洗面乳的面膜，就是它又不用洗又不用敷，又是泡泡状的，就在我的认知里面这件事情跟面膜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后来我实际试用了之后，我发现很好用。它的名字叫做30秒面膜，所以顾名思义它吸收的非常快，只要30秒的面膜就这样。我通常都会把它拿来当做早上的妆前面膜来用，平常早上其实蛮喜欢用这个 clear 的，但是我今天你知道我皮肤有点问题，所以我今天打算用这个紫色的 repair 示范给大家看。它的原理就是它这样子用 pump 的这个过程，就会把精华锁进去那个泡泡里面，所以让那些精华能够接触到皮肤的面积再更大，所以吸收的也会更快跟更好。用量多少大家可以自己决定，像是那种韩国比较干的地方可能就用1-2 pump， 但在香港可能我觉得大概 0.5-1 个 pump 就很足够了。泡泡上脸之后，你就轻轻的这样子搓揉它，它大概30秒就可以完全被吸收了。虽然讲到烂了，但大家都知道我很容易敏感嘛，就是我的皮肤容易敏感，我的鼻子容易敏感，就是 everything， 我是一个过敏儿，好不好？对，那因为我很敏感的关系，所以很多东西我试一下我就知道说，这个可以，或是这个不行。这个 Mannequin 的成分是够天然的，所以其实在我身上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用起来非常的舒服。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现在皮肤是有一点点光泽感的？我还没有上任何的精华或是 cream， 它可以把你刚睡醒或是刚起床脸上的那种 dullness 给带走，然后形成一个非常清爽又保湿的 base。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之后在上妆的时候，它不会跟你的化妆品打架。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做妆前保湿保养的时候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你前面的保养品跟后面的化妆品是不融合的，那就是一场什么灾难。然后温馨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因为它是泡泡所以就急着把它冲掉，其实它是一个免冲洗的面膜，你如果冲掉了，它就是还没有发挥它的作用，雄心壮志都还没有发挥，它就被冲掉了。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妆感，这个绿色的它叫做 Clear 剔透舒缓，它里面有添加了一个新一代的生物专利成分，叫做积雪草外泌体。那它会被提炼到一个比你的毛孔还要更小的尺寸，它可以更好的增加细胞吸收，也可以更稳定的输入活性成分。那它里面还有一个大家一定都听过的成分，就是济州岛的鱼腥草，它可以镇静舒缓、抗菌抗炎，然后可以缩小毛孔。那这款紫色是 Repair。 那因为我们人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其实我们的肌肤屏障会越来越受损，会渐渐失去弹性。那它里面有一个 EGF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它可以把这个再生的能源直接输送到我们的真皮层里面，然后促进我们真皮组织里面的各种细胞蓬勃发展，蓬勃的生长。它里面还有加入一个被叫做自然生命奇迹的叫做汨罗木萃取，可以有效的舒缓补水跟延缓老化。
那这次呢，其实我很开心，就是因为我之前分享一些东西，可能有人会说啊，台湾可不可以买，或是啊，香港可不可以买？这一次呢，是台湾跟香港都可以买，那当然是就是不同的平台啦，但是都可以买。现在到6月16号为止，只要用我的 promo code 就可以有85折的优惠。那所有的条款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那大家可以根据你的所在地，不管是在台湾或是香港，再去做选购。大概就是这样子，真的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因为真的有颠覆了我对于面膜的一个既定的印象跟用后感。对，哇，嗯，救护车呢？发生什么事了？都系谂住买嗰部机噶嘛？系啊系啊。贵唔贵啊？呢个？呢个嗰阵时买好似3000。哦，都唔好贵啊。系啊。我都系第一次见到。嗯。冇问题。我刚在星际上上下下的跑了几趟之后，就是确定，哦，就是那边都没有货。所以我刚刚上 Price.com 又找了另外一家，然后呢，他跟我说有货。所以我现在手刀奔去买我的麦克风，买器材真的很烧钱，但我觉得很值得啦，就是影片出来那个声音听起来好听一点，我自己会蛮开心的。然后我现在一个人在外面 vlog， 我觉得很害羞。sorry， 终于被我找到了。它是用个 USB 充电，咁呢个就是电池啦。保養咧 keep 單之外咧，都 keep 埋一張保養證。保養證咧，真講。这是我上次去韩国买的 Temperance， 这个味道我之前超级喜欢，我之前还买它的香水，是那个什么 Bather 什么 Bath by the Lake 还是什么的，记录一下。哇，我今天是发生什么事情？我的这个打火机没有火了啊！好吧，现在只能大家自行想象它现在是点燃的那个味道。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去那个旺角买的东西，第一个是一个这个脚架，然后老实说我没有用过这个牌子，我也没有听过这个牌子，是那个老板说啊，这个应该就是我的相机是够用的，然后说它很稳固，这样所以我就买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mic， 其实我之前呢有用过它这个 Video Mic Pro， 就是没有 Plus 的。大家记不记得我买那个的时候说，就是我以为是它没有付给我电池，结果没想到电池是你自己要去买这样。但总之呢，后来没错，在我这双巧手之下，那个被我弄坏了，所以我就只能再去买一个，非常的烧钱，哎。然后我这次买的这个是 Pro Plus， 然后它的好处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可以充电的电池，所以我就不需要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然后我之前那个是装上相机之后，你要自己去手动把它打开。有时候你忘记开了之后，你就整段影片都没有声音。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我身上非常的多次，就是非常的痛，你知道吗？有时候好不容易录了一大段，后来发现不好意思哦，我完全都没有录到。我现在拍片用的这个麦是这个 DJI 的，大家听得到吗？是不是很清楚 ASMR？ 然后我等一下试试看用这个会是什么感觉。我现在换成新的麦了，你们可以留言跟我说，就是刚刚那个麦跟这个麦听起来的差别，你们会比较喜欢哪一个？因为我本来买这个 DJI 的 mic 呢，是打算可能有时候拍比较多讲话的影片的时候，这个可以收音收得更清楚。但是这个缺点就是这个接收器跟这个 mic 是要就是分开处理的，所以拍 vlog 的话，我自己觉得直接装上去相机的会比较方便一点。对，如果没有在拍片的人，你们可以不用理我讲这么一大堆。我来吃这个，前两天在韩国超市买的 yogurt。阿伊斯 yogurt，
那我想说我最近在看那个 BBC 的纪录片，就是那个胜利的那个 Burning Sun 事件嘛。唉，我只能说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很夸张，然后真的很过分，可是看了那个纪录片之后就觉得越看越觉得哇，怎么可以物化女性，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怎么可以这样伤害别人呢？然后还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很好笑的事情，我真的不懂。虽然我现在只有看到一半，但还是觉得蛮生气的。这个不是广告，但是我之后有机会会开团购，我还在试用中，就是 Moff 的这个手机支架跟手机壳。它这个支架是MagSafe 的嘛，所以你就这样连上去之后它就可以，哎呦，给你们看，我之前看到朋友在用，我就自己超想买，然后我还跟伊言说我可不可以寄到你家，可以就单纯这样子放着然后看剧啦，也可以把它转成这样横的，然后啊，圆又这样，然后就变成站得更直，然后也可以再这样。我真的觉得这个超方便的，而且像我平常有时候会用手机就是拍 vlog 什么的，然后这个就超级好调角度啊。对，这个是我有想要开团的东西，然后我现在还在试用，但是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七月头的时候吧，七月头吗，会开团购，所以到时候再让大家知道。I'm happy on my own.Making coffee just for one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 Fewer dishes to be done I'm never running behind You're never on my mind No longer thereTo make me comb my hair Fix my tie or kiss me goodbye Swear I'm happy on my own No one to worry where I am Or waiting for me to come home 两杯米配两杯水。然后我最近在 Reels 上面看到人家说要让白饭煮出来更 Q 的秘密武器就是冰块，所以放一颗冰块。And when our song comes on a day I'm alone and order another round时刻来了，给你们看。今天晚餐有剥皮辣椒鸡汤。怎么办？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 bias。我觉得这个饭是好吃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冰块的关系。Ms. Wilding, can you think of any reason why there's confusion about the events that led Linus to leave?Did you guys have a fight? No.今天早上去上课，然后我现在要上工了。今天有两个工作的拍摄，因为等一下是要拍需要素颜的镜头，所以我现在是完全素颜的，我只有画了一点点的眉毛这样。对，好的，我们准备要开始咯。 Charlie， 我们今天一样来个速战速决好不好？好，可以的， high five。
耶！拍东西我都跟自己讲说，速战速决，速战速决，速战速决，我要努力的表现好，我要一次过一条过。现在进度良好吗？我们进度良好吧？现在还好。耶！我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点。大概花了3个小时就拍完所有东西了，是不是？这个是史无前例。我们拍了2个东西，我们只花了3个小时，这个哇很顺的。对我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今天要买那个六合彩，六合彩吗？미안해 baby 네가없는현실너무나도비참해 There's no one 너같아너만고통받고있는게아니야나도아파 yeah baby If I owe you means I love you And nothing else will do Baby, I owe you. Oh yes, I do. An explanation, baby.사실 널 멋있죠 벌써 2년 전에